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分享奇趣蛋的时间了。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复仇者联盟漫威英雄的，它里面呢可能会有钢铁侠、绿巨人或者雷神托啊、美国队长之类的，先我们猜来看看吧。可以看到呢，这里有两个绿巨人的，还有一个钢铁侠图案的，我们先猜绿巨人的吧。拿出胶囊打开看看，哦，这个是水，看说明书吧。这是说明书，我们刚才猜到的好像是右下角这一个，穿着件很帅气的衣服，但是他只有一个手，这边还需要组装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玩偶，这是他的锤，他的一个雷神之锤，然后还有个披风，这帅气的披风给它扣上去。组装好后的雷神托尔是不是很帅气？现在呢，我们来拆第二个钢铁侠图案的。这第二个拆到呢，大家都很熟悉，钢铁侠，但是也是需要组装一下，把他的手给装进去。钢铁侠已经组装好了，他另外一个手呢就是往前的，就像在发射那个激光一样，还有个底座。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这是绿巨人。哦，真的有个绿巨人，看有没有小零件。这次真的给我们拆出了一个绿巨人，他两个双手举起来，身上好多的肌肉啊，好强壮的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不需要组装的，比较简单一些，都是有个底座可以让他们站着，都做的比较可爱一点哦。这个绿巨人，我们今天呢一共拆出了三个不同的小玩偶，绿巨人，还有雷神托尔，还有这个钢铁侠，三个都很帅气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奇趣蛋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小宝贝，每天你的小宝贝，宝贝宝贝，小宝贝，宝贝。